那夏琳是怎么回事？我很欣赏她的为人和能力，仅此而已。我心里至始至终只有她。我的女人不劳你费心惦记，我自己会照顾好她。你说啊，你们两个呢也算是有头有脸的男人，干嘛做这么幼稚的事情？你们是青春期吗？荷尔蒙不稳定是不？喂。 不就打个架吗？这有什么的，是吧？没错，况且我们这是为爱出击。哇，这个词说出来太炫酷了。哼。哎，话说回来了，你跟那男人到底怎么回事？四年说的跟真事儿一样。你脑袋是空心的，他说什么你都信？什么？没错，我脑子就是空心的，怎么样啊？ 你要是嫌弃我没脑子，那就找一个有脑子的好了呀！哎，猴子聪明，你找一个这母猴子共度余生算了呀。总之，今天的事情呢，休想这么容易就过去。你们要是没想好怎么去跟他道歉，一切免谈。哎，不是，安妮，我夏天，哎，这么蛮横不讲理的女人，不要也罢。 想让我去给那个小白脸道歉，就是，听你像没女人了吗？这回我还就不找他谈了，怎么样，哥们就这么硬气？